刚才这段传统的相声啊，哪儿传统了？都亚麻袋了，还传统、啊？传统的新相声啊、哎，我师父郭德纲，还有我大爷啊，叫骂街这句。什么叫骂街呀、啊？你师大爷啊？我是大爷，哎、这个叫哪儿骂街呢？于谦，二位给您说了一段，对，下去休息一下。这场呢？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，换一场，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哎，应该的，我叫岳云鹏，是您一个小学生。您客气，这位老师，您老师啊，这个相声是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怎么了？你说我了吗？啊，干什么？你装什么傻呀？你比划一下，我过去了。你说我名字呀？忘却了。哎。不是，我都纳了闷儿了啊！嗯，咱俩一场节目啊，你能把我名字忘了，可以吗？哎，这不可以。那你把我怎么样？哎，我还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说的是啊。哎，不是，那相声是什么？不是，这怎么了？怎么了又？不是，您干什么？不是，人家都买票了，等咱说相声呢，你干嘛呀你？你要疯啊？不是，我是干什么？不，咱俩是谁错了？你得报我名字呀！你急什么呀？你叫什么？你说呀得！忘却了吗？这不是？不是我这，我一天到晚说你什么好？你自己说吧。真行啊，这还得我自己说啊？我叫什么来着？没有，咱别闹啊！嗯，好好的。我叫孙玉，行了吗？行了，完了。哦，对，相声演员呢不容易，怎么弄得跟我不要脸似的？难道不是吗？怎么那不是？您说明白，人家都已经说了，忘却了，对不对？还不依不饶的，干什么？不是，您没不能忘了您。孙玉，孙老师，您好好。相声演员是。今天在座的各位呢，都喜欢听相声，不喜欢听不来，这是好事儿。嗯，有的朋友说了。我不喜欢听，就好像那位可能，你给我回来！好，你走吧，还把灯亮了，上厕所了。哦、这个有的朋友可能不喜欢听，嗯啊，喜欢别的艺术啊，别的什么艺术？比如说看电影，好啊，好电影也值得一看。哦，好电影，我也喜欢看电影。什么电影？前两天出一个好电影。前两天，《泰坦尼克号》。刚才我师父也说了，那都是翻拍的。我不是在北京看的，在我们老家看的。哦，老家哪儿啊？河南。哦，河南看的是英文版吗？不是，普通话的。嗯，不是。那什么版呀？郑州话版的。这一传的人都河南话。对呀，杰克让你吃了毛，喊你吃了毛。嗯。哎呦，那杰克怎么说啊？还没来。哎呀，老孙，你吃了没？没。特别好一电影。哎呀，这一传都河南人。对呀、啊，我说这传不结实呢。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，全是你们造的吧？不是。哦，船不是，不是，那还行。冰山是我们造的。你们太损了，你们！不再玩笑了啊！好好的。导演叫做詹姆斯·卡梅隆。哎，去年前两年吧，啊，也有一个好电影叫《阿凡提》啊，对，这也是他导的，不是三 D 电影。我那还三 D， 都是三 D 电影。有的朋友说了，什么叫三 D 电影啊？啊，您 说，给您解释一下。三、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，叫三 D 电影。嗯啊，二哥拍不了，二哥有点生气。哎，行了。去年有一个电影叫《关云长》，哎、二哥算站起来了。您搁去吧、嗯，老大还不行。行了，这不都胡咧咧吗？这不就老大可能在日本。你妈的，没有，胡说八道，您这叫没有啊？三 D 电影嘛，不是二哥拍的。对，三 D 电影张飞拍的，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。哎嗨，什么都听见了。你看，二哥生气了。你看，走走走。二师兄生气了，你才二师兄呢，会不会聊天啊？你也可以拍一个呀。我拍什么拍我？
高老庄的美好时代。您搁去吧，搁去吧啊！高老庄十三钗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没有。高老庄飞甲。飞什么甲呀？那好听吗？那个都。高老庄尼克号。哎，行了，没听说过啊。啊，您别胡说行吗？三 D 指的是这个拍摄的技法，还有这观看的角度。没错，知道吗？戴眼镜，零距离。哎、对对对，三 D 跟真的一样。您刚才说那个卡什么什么龙那个，詹姆斯卡梅隆啊，对，嚯，这都带口音，我听着，卡梅隆，河南人嘛。啊，行了，能啥了呀？哎，行行行，反正真有意思，你们人就是手巧，什么都能造出来，你们是。詹姆斯卡梅隆啊，对对对，这卡梅隆，我听这名字一分钱不值了，我告诉你，卡梅隆，还听着还有伦敦音的有点。您等会儿吧啊！您说他头两年拍那什么片子？前两年那个啊，《阿凡提》呀。你没看呐？我是看不看不着急啊。嗯，您替这卡梅隆，您琢磨琢磨啊。怎么了？冲这骑驴的拍一个三 D 的，他不得赔死呀？怎么还骑驴呢？您说错了呀？什么呀？那叫《阿凡达》。对，《阿凡达》骑鸟的。你看这个作死的样子，你看看，怎么可作死啊？阿凡达，您说清楚了，好电影值得一看、当然好。刚才说这个属于科幻片，科幻类这种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。您不喜欢？多少有些虚假啊，它都杜撰，离人民呢比较远。对对对，我比较喜欢的是悬疑片。悬疑啊，一旦进入剧情，一个半小时不属于自己。哎呦，一定要找到凶手到底是谁，吓人。还有爱情片，哎呦，画面的唯美凄美的爱情，还有动作片，精彩的武打动作，跌宕起伏的剧情，好，还有爱情动作片，就是老大拍那个。哎，您别胡说了啊！嗯，什么叫爱情动作片啊？怎么了？这没我，反正不好找，知道吗？好找，我一般都是搜索。你等，百度不行，屏蔽。行了，不是你是干嘛呢？你是站这儿干什么？爱情动作片还啊？胡说八道，站台上知道吗？还不好找，还搜索，还百度都没有，屏蔽，还屏蔽，你怎么没早告诉我呀？你都快搜烂了吧？你都废话啊！咱先说清楚了啊，这个爱情动作没有连起来的，那怎么了？这得分开了，有爱情有动作，英雄救美的片子是不是？哦，前边英雄救美啊，完事儿俩人恋爱了啊，行啊你啊，你搜这片子都有情节啊，您看那个都没有情节吗？我看那个都你管着吗？怎么了？你别胡说行吗？好电影值得一看。哎，好电影啊，好相声也值得一听。哎，当然了，有的朋友说了，相声没有那么难。是吗？啊，俩人带着嘴上来，嘚不嘚嘚不嘚，给大伙逗乐了就可以呗。还嘚不嘚还得。其实啊，没有这么简单。哎，没有那么容易，挺难的。嗯，我们这行跟其他的形式不太一样。哎，差着呢。电影是拼接这个镜头，哎、告诉您这个故事。啊、胶片还有这个小品，上来它就是人物。哦。化着妆上来的。对对对。还有道具。哎，有桌子。有椅子，嗯，桌子上面有道具、哦、啊，道具啊，我河南人、啊，还有这个，您别拿这折行吗？还有这个沙发呀、床啊、哦，上来就可以演，而我们不行，哎、什么道具都没有。你等，怎么了又？什么小品还有床呢？还上来就演？别让我问住了，你问啊。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？赵本山小品哪儿炕？有没有？土炕啊！啊，我卧车行了。相声是最有难度的。哎，这倒是。拿嘴说，描绘出一个场景，勾勒出一个画面。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，没有把您带进来，怎么办？啊，不退票。哎，这嗨，您别提这事儿行吗？我怕有一位站起来退票，那不行，哎、知道吗？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。咱这忒狠了，想怎样都行，就是不退票。干嘛还、还想怎样都行？对呀、什么意思你？没有、没有意思，没意思。万一有人包咱们呢，对不对？这个
相声是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包咱们呀？还得包咱们，凭什么不能单包我？怎么了？你便宜吗？你什么价？别聊这行吗？咱俩下三滥的演员，谁下三滥了？什么演员？我头上那个下三滥，我告诉你，就是相声是有难度的，讲究四门功课。对对对，说学逗唱，每一门都不容易。哎，首先拿这个说来讲，得干净。哎，利索这是必须的条件。哎，你台底下请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干净后边那利什么？嗯。有所谓吗？太有所谓了。利索，利索，我是河南人，你甭说这个，就您这嘴利索。嗯，您这嘴让驴踢过呀？早就好了。哦，早，那不还是踢过吗？去年没有去，谁问你了？嘴里干净利索，利索这是必须的条件。哎，啊，还有这个学。学的东西很多，嗯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水里浮的，草坑里蹦的，都给我们学。是，你怎么样啊？我差不多都能学学。都能学吗？能学。好，今天来的观众可是不少啊，给我们学一个。好，学一个天上飞的。哎，可以呀、啊。擦屁股纸。哎，让他翱翔一个怎么样？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呢。你学那个用过的。我这行了。您这还露天方便，那是怎么着啊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没听说过就学这个的吗？大风刮起来了，没有，多恶心呢！这学不了，学不了这个。好，开玩笑。地上跑的啊，这地上跑能学？擦屁股纸，哎，这回风小，哎、是吧？这没地皮是吧？哎，没刮起来，学不了。啊，来不了。您这来的渠道都不正，知道吗？水里游的，哎，水里游的能擦屁股纸是吧？这回在河边方便的。我说了吗？肯定的呀。我说了吗？肯定。这个不对。那什么呀？你给我们学一个要死的鱼。要死的鱼。对，那我还得烫头去是吧？烫什么头啊？啊，鱼签呐。废话，不是要死的鱼吗？就那种鱼。哪种鱼？要翻白肚那鱼，正打哦就那。哦，行，学完就完了。什么都学不了，我这没法学，我还得飘着去，我还得草坑里蹦的。哎，这能学。学一个蚂蚱。哦，学那蚂蚱蹦，学他那个表情。那蚂蚱脸都硬壳子，我学什么呀？学我，亲爱的朋友们，那都钢铁侠的脸呢，都是朋友们，这叫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诈骗！你瞧这话说的，说了四个，两对学不上来，账头真清楚还。怎么办？不是，怎么办？啊、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咱退票不着急啊，咱得说在理上，啊，您说您着急，咱说在理上吧。您着急不着急？您一个着急先出去，您哪？咱先说这理啊。嗯，这四样谁说上来的？您说上来的吧？对呀、啊，您让我学啊，可不是我说的啊。您让我学，我学不了啊。您说说您学呀？我呀？您能来，您来呀。您来擦屁股纸，我瞧瞧，这四样啊，我告诉你，您来呀，我一样都学不上来。不，那你凭什么让我这退票啊？我诚实啊，我学不上来就是学不上来啊。您这不是诚实，嗯，您这不要脸，这是习惯就好了。哎，就说呀，我习惯不了，我跟你下三滥说相声的吧，不简单，这什么不简单？学不容易，这都话昨天。再有就是逗，哎，逗。什么叫逗？什么呀？有的朋友说了，我看有的演员往那一站，得不得得不得，说过来说过去不可乐啊、嗯，那不行。是是是，那就不逗。哎，对，逗在其中。嗯，各位您乐了，那就是成功了。对呀，知道吗？拿这位来说吧。我怎么了？他就好逗。我好逗，好开玩笑，我逗笑。哎，我们后台有一支演员叫刘源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长得呀。先等会儿。咱后台这人都论知识嘛。啊？有什么？论位，有个演员叫刘源，刘源长得胖极了，大胖子啊，四百多斤呢，我那还是人吗呢？说的是啊，比他轻一百来斤呢。哎，对，
您等会儿，好家伙，我500来斤是吗？我对呀、啊，我还比人家呢，我还、啊，人家在那坐着呢，嗯，他过去摸人家，我摸他干嘛？嫌自己不腻呀、啊、我，摸人脸，哎呀，说一句话，说什么呀？刘洋啊，嗯，你这个脸呐，嗯，真像我媳妇儿的屁股，哎呀，这没有啊。开玩笑有这么开的吗？你太下本了，这个、有这么逗的吗？没有这么逗的。他刚说完，嗯，于谦过来了，谦儿哥摸了一下刘源的脸，嗯，说一句话，说什么呀？孙悦，嗯，你还别说啊，怎么样？还真像。你玩去。这一后台臭流氓吗？这不就是？多乱呀！这得，人家刘源自己摸了一下，他还摸什么呀？少个痦子。你我我们仨太乱了，我们仨，这就是逗，朋友们。对了，你拿我媳妇开心的吗？这不是？您各位乐了，就是逗、嗯、成功了。啊、这一个方法。哎，不退票了吧？哎，不退了吧？不退了。想退都是你是吧？嘿、哎，想退票先弄死我。哎、这个，这就是逗。这倒是可以。再有就是唱。嗯。唱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太平歌词。哎，有的朋友说了太平歌词，我听过，不好听。一会儿行吗？我把这段说完行不行？不是，我怕你说不完就回去了。先唱五环之歌啊。哎，那后边这些你还听不听了？反正票也买了是不是？一会儿再唱吧行不行？行吧行。这年头相声不好说了，还不如退票呢。那不行，那好吧，先唱五环之歌啊。哎，对，真听话。没办法呀，五环之歌，这是我新出的一个单曲。哎呀，啊，其中呢有一首主打歌叫做《五环之歌》。您等会儿，特别好听。您等会儿，您这不要脸吗？这不是？怎么了？你们家单曲有主打歌？你这么说不是好听吗？那就是好听吗？这个，嗯啊。要点脸吧，反正就那么一首歌曲，哎，叫做《五环之歌》，特别好听，注意听啊！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；啊，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。终于有一天，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多两环。再来一遍呢？那咱们一起唱好不好？哎呀，坐在一起就是缘分，咱们一定要嗨嗨皮皮的好不好？什么叫嗨嗨皮皮呀、啊？成语，我听着像河南话。嗯，郑州亮，哎，玩去玩去，老郑州的您是，嗨嗨皮皮的啊，一起唱啊！我听的都是，谁也不要羞涩啊！这会儿是要站起来上厕所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跟着你去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您还是有这爱好。啊！啊！五环，终于你会修到七环。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。这就是单曲的魅力，知道吗？您这单曲就是邪教。嗯，什么叫邪教啊？好家伙，蛊惑群众嘛，这不是？我是五环教教主。哎，对，您这教主就没进过城，您知道吗？还唱吗？怎么还来啊？哎呀，啊，五环，
新家的首饰这是。好了，行了吧？满意了吧？哎，这个太平歌词啊，并不好唱。转的太快了，您这。哎呦，我都没准备，说实话。咱不能就这么就下去了，这倒是。嗯，后边精彩节目更多。这个，太平歌词，并不好唱。有的朋友说太平歌词我听过，不好听。是吗？不好听没关系啊。啊，怎么样啊？仔细听。好听。越听越不好听。哎，这嗨。用你捧我们，反正一般人唱不了，是吗？啊，这么说吧，嗯，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会唱太平歌词的人啊，两个，哪俩人呢？头一个，我的老恩师郭德纲郭老师。哎呦，你瞧这鼠没这个样。什么叫鼠没呀？啊，谄媚。这在我们河南我们都听不懂，知道吗？你们好像是没工夫听这个，嗯。头一个，我师傅郭德纲。哎。第二个，蜜。什么？就是我。不是你师傅和一蜜是吗？什么？不是你师傅蜜吗？那叫棒尖儿，懂不懂？这我都北京听不懂。就是我们两个人会唱太平歌词。就你跟你师傅了。哎，我师傅虽然不行了啊，但是呢，哎呦呦，还算是可以。哎。您这话说的怎么什么都不行了，是他怎么他就不行了，我纳了闷儿啊，身体不好，身体不好也是你们这个密闹的、啊、太累了，知道吗？也妈得反正就不容易。这个我觉得于老师更不容易。我师傅反正是不行了，还有我，好好说，不爱唱了。乃至全世界就我们两个人会唱了，其他都不行了，知道吗？其他会唱太平歌词的人全都死了。你会吗？作为一名相声演员，太平歌词是必须要会的，朋友们。你缺不缺德呀？你不容易呀、啊。您甭不容易啊！啊，您这就吹牛了。没有吹牛，咱不说后台啊。嗯，您说太平歌词，我就知道，我就会。没那个，什么叫没那个、啊？不可能，什么叫不可能、啊？我来问你，你问我什么？你师傅是谁呀、啊？你管我师傅谁呢？都没有师傅，都没有师傅，朋友们，谁没师傅？就您这还卖票呢？哎呀，你老憋着给你师傅把这买卖搅黄了是吧？不是，你没有师傅怎么会唱太平歌词呢？谁告诉你都得学？打小那个学班都得学，知道吗？甭说别的，嗯，我问你，唱太平歌词需要专门的乐器是什么？知道吗？玉子板啊，是吗？你这是不是骗我呢？你玉子板？对呀、啊，你带了吗？我，你带了吗？我不唱，我带他干嘛？完了完了，根本就不会。不是，那不会啊，根本就不会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你带了多新鲜呢？哦，你老带着他还身上，掏出来吓死你！笑什么？我是等你掏出来以后再笑呢。哎呦哈！哎，您到底掏什么？你哪儿痒痒？噔！怎么样？玉子板朋友们，这个不简单、哎，一般人他不会。对了，哎哎，行了，哎行了，哎，歇钉子呢？歇什么钉子呀？不是您那玉子板就一块儿啊？啊？几块？你会不会啊？几块？两块啊，是吗？两块叫一副啊。对对，还有一块。那块拿出来啊。怎么了？你梦事呢？跑这儿呢？噔！你还真是两块啊。那是。哦、你等会儿。那块呢？拿我当刘谦了是不是？你要点脸行吗？谁拿几张刘谦儿了？看哪，不是在这儿呢吗？啊，这手没有啊。对啊，拿出那块儿来、那个，看着点儿。啊，
哎，行了行了，别掏了，那扎着窝都没过去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扎着窝有汗、啊、行了，哎呀，我说您那个板都包浆了呢，噔，真过去了。什么叫真过去了？哎呦，我到您这还真痛快、啊，你这玉子板儿、哦，哎，这个不容易，是吗？一般的演员呢，他就是呼哧闷睡，那傻吃闷睡，呆吃闷睡，知道吗？哎，对，根本就睡死的，根本就不会太平歌词。什么叫不会？您这唱，你说你不会，不用，你不会，谁不会？啊，我给你唱一个，那就吓死你。哎呦，你唱一个我就吓死了。对了，你死一个得了，要不然。听这个啊。听什么呀？我听什么？听什么听啊？你吹什么牛？你的会？甭较着劲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有能耐唱，你唱个调，我告诉你哪调是什么。我告诉你啊，干嘛？你憋不住下台，没事啊，我等你回来，没事。你做什么拳头啊你？我唱一段，怎么了？你就不知道是哪段？甭吹这牛，你先唱出来，你听着吧。你听听响。掉地上也响，知道吗？响吗？哎，响，响吗？你说您拿起来吧，拿起来吧。哎呀，掉地上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捡起来呀！你们是真下三滥，我看。那二位早点回来啊！你就别管人家了。呵，花点啊！还花点还。哎呦别扒拉了嘿。这叫什么打法知道吗？什么打法？帕金森式打法。哎，得这个病都便宜你了，我看。这手也会。哦，两边都不利落了。嘿。最好是这手。哎对。那手是晚期，嗯。唱一段啊，您先唱出来，猜啊，甭吹着，你干嘛猜呀？你先唱出来，我听听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新。白蛇传，吹。白蛇传，我这说话没听见是怎么着啊？转呢？哎，我这转一圈我还在这吗？白蛇传呢？白蛇传，四季清香吗？朋友们，啊，这叫什么知道吗？什么呀？给他个面子。哎呦，同时我也溜溜嫂子。哦，主要为给他个面子。你等会儿，你头一段都猜不上来。你先不等，这位脾气又大。啊不，到后台扎马桶里撑死了。哎，对，是不是？我怎么还得撑死呢？我还不是淹死的我。不是，您等会儿问问您，您在说前面溜溜什么？溜溜嗓子。嗓子，对呀、啊，不是嫂子吧？怎么了，哥？哎，我早晚掉坑里，我让你带。我溜溜嫂子也不能让你知道啊！哎，这没有啊，不能知道吗？干什么，哥？那甭管这，好，可占着便宜了。溜溜嗓子啊！溜嗓子，你来，给你个面子啊！你别动我，手拿开，听这个啊。你来，汉高祖有道坐江山，有军帐韩信算卦，陈戏安王韩信算卦，有一位三七贤王名叫韩信，他灭霸了楚国版的社稷来安。没对，您这病已经视力影响到了吧？什么叫视力影响到？您这抓挠干嘛呢？这抓完了还搁这儿？您搁什么了？这东西打开始的在我手里呢，知道吗？给我给我！我告诉你，韩信算卦嘛。韩信算卦啊！知道这叫什么吗？什么呀？再给你个面子。哎，我皮肤怎么这么不好啊？来来来，听这个吧。您换下来，你就不知道。您先唱着来。石崇。
豪富范丹穷甘罗，太公太公卖面，晚太公太公卖面，王祖爷太公卖面，寿高。你坠机了是怎么了？太公卖面，你吃达克宁了吧你？哎，这叫什么话？那是口服的吗？可以啊，没听说过。那都是你们造的假药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就会造冰山。甭说这个啊，您换一个来吧，再来。太公卖面，哎，那你干嘛？朋友，哎，别这么客气啊，朋友，干嘛？我给你两个面子了，干嘛呀？你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吗？哎呦，完了！你说不会能怎么样？那不行，会死吗？哎，对了，我说不会就死了，知道吗？你有能耐来呀。不是，不就你们师叔俩会吗？来呀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！你听这个吧，我说会、啊、来。这个你儿会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拉着你摸电门去。哎，对，凭什么呀？还得死俩人，还得听这个吧？啊，你来先唱出来，真准不会。你先唱。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，蚂蚁呀嘿。哪段？这都是你们祖师爷托梦教你的。当初是你要分开，分开就分开、哎、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。哎，是不是你行了，你行了，您瞧这几个落音儿听的，哎，什么呀玩意儿的，想买就能卖，还卖还让我睁开，让我明白，放手你的爱。哎呀，哎呦呦、哎、切克闹。行行行行了，这玩意儿好听吗？这个您唱太平歌词行吗？都没听过。您别唱流行歌曲啊，没用。您来个太平歌词。我爱你爱着你、哎、行了，就像老鼠爱大米，听过吗？哎呀啊啊啊，五环、哎、你比四环多一环、哎、啊，五环你比六环，听听我听着板子，我有武汉城要饭的呢。我这都是听过我 CD 的人知道吗？哎，这还是我给你出 CD 呢。我说您甭费那话行吗？您唱的太平歌词行吗？你唱一段你就不知道，您唱一整正正经经的行吗？你听这个吧，您哎，您唱一世人不会的，有本事。什么叫世人不会、啊、你骂什么街呀、啊、什么叫骂街呀、啊、听这个啊，没骂街、啊、你唱一个来我听听。那庄公先有劝人风，庄公先由出党成西，劝人风换。庄公先由多了，什么叫多了？非得出成西吗？您没有杠台啊？非得是劝人风吗？原词儿不对，不对的呢？传下来就这词儿不对呀、啊？不对，当然了。你什么词儿啊？你听着呀，你唱，你瞪什么眼、啊？你看见我眼了？这都觉着一美了，现在。那庄公先由。出趟城西，对，南北角，这都听过我 CD 的人。我就纳闷，你们买的 CD 你们不琢磨吗？南北角，南北有角吗？啊，这庄公在烟囱里溜达呢，你管不着。好，永远的平行线，你这玩意儿。瞧见了他人骑马，我骑驴，跟你那不一样。准这词儿啊！瞧见了他人骑马，我骑驴，我骑着猪。对了，我您搁下吧、啊。一样吗？跟你那一样吗？什么一样？胡唱了吗？这不是？那么大活人有骑猪的，您会不会啊？你我骑猪，你生什么气呀、啊？我。我高老庄的美好时代呀！你行，你搁这啊！我没说你骑猪生，您这词儿不愿意骑什么骑什么，管着吗？您这你管着吗？您毙了我！
你死去，你死去。我骑着猪，你爱骑什么骑什么你啊！扭回头，看您推小车的汗不一样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扭回头，看见一个老太太呀，老太太呀，对。这个老太太今年三十多，三十多老太太，公岁哦。什么叫公岁？就乘以二，七十来岁了。哦，公哦，刚按公斤那么来的。对对对对，高了您这。哎哎呀，老太太前面跟着一个老，前面跟着一个，您这叫人话吗？走着一个老爷子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哦，老头儿，哎，对了，哦，其实他们两个人不是两口子，多新鲜呢！走大街，老头老太太就两口子，老太太紧走了两步，呵，他就说。说什么呀？大哥，我问你大石烂怎么走？我问道。大哥，我问你呢？我这字儿值了钱了。老大爷说。老头说什么呀？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不爱冰冷的窗沿，时光不能倒退，人生不能后悔，我爱你在明天。哎，这老爷子磕臭粮食吧。老太太说。哎呦，老太太没接下茬唱呢。老太太说。老太太说什么呀？臭流氓。哎，对，都冰冷的床沿了吗你都。老爷子就走了。对，那还不走，那不走逮起来了。老太太一扭头看见了我。哟，这里还有你呢。嗯，哦，以你为第一人称是吧？老太太说。老太太说什么呀？兄弟，嘿，嚯，拿你当六十的了，知道吗？人家客气客气，太客气了。兄弟，啊，兄弟，你怎么骑着猪？哎，哎，不是我说的新鲜吗？谁瞧都新鲜吗？我就说，你怎么回答呀？你管得着吗？哎，对，这兄弟不会聊天儿，是吗？老太太说。老太太还说。好吧，好脾气。嗯，那么说，啊，骑这个猪不怕警察拦着你吗？怎么还有你妈的事儿呢？你妈，你妈，咱别骂街啊！你姥姥，你姥姥怎么说话呢？你是不是拦着你妈吗？问号。哎呦，您都唱出问号来了。嗯，不怕警察拦着你吗？哦，我就说。说什么呀？不怕。哼，回答得个俏皮。警察要是拦我的话啊，我让猪拱他。哎哎哎，逃不了。嗯，拿警察当地了。老太太说。老太太说什么？好吧。哎，这老太太不会别的了是吗？那么说。啊，我问你大石烂怎么走？还得问呢。我就说。你说什么呀？打车。哎，打，哎，这老爷子多冤呐。北京城有很多出租车。哦，出租车。捷达。说捷达。伊兰特。索纳塔。啊，好好好。奇瑞。全知道。灯，哎，怎么还有灯啊？等，我听你，我能听出书面的意思了。我都，就赖我有口音吗？对，不赖你有口音。嗯，灯，哎，灯灯灯灯灯灯，有很多出租车，哎，你可以随便打，用你安排。老太太说，老太太说什么呀？我能，什么？好吧，您那个太平歌词就是随便修改是吗？是，就是能妥协的太平歌词，能妥协的太平歌词。老太太说，嗯，哎，对，哎，这
我都纳闷您这 CD 怎么出的。我能骑你的猪吗？哟，这借猪这是。我说啊，不行。对，离开猪你不会走道了。嗯，那是。老太太一伸手拦了一辆猪，一辆出租车，出猪车呢，我的出租车，解答，我的解答还解答。老太太说，说什么呀？司机同志，哎呦呵，大石烂儿这么走，呵，你看看顿顿。司机说，说什么呀？对对对，上车。您这听见什么了？这你怎么了你？我听见了观众的呼声，管着吗？谁告诉你呼声啊？还给提词儿了，还有的。老太太上了出租车，太拼了这段。说说什么？到大石烂需要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司机说。说什么呀？不好听。那怎么说呀？达标。哎呀，嗨。哎，人家带口音就好听了。嗯，老太太说，说什么呀？好吧，这老太太太随和了。不多时，腾云驾雾来得多么快，就这句像太平歌词，我告诉你，还腾云驾雾，还就这句像老词儿。来在了大石栏儿，大石栏儿，嗯，又叫大栅栏。哎，行了，行了。别咬字了。老太太要去六必居买双鞋，哎，然后那地方卖鞋嘛，买咸菜，六必居咸菜，嗯，然后再去内练生，内练生买双鞋，这全上着口，你看了。买完了这两样，老太太要走，哎呀，走吼吼，哎，我怎么走呢？怎么走啊？对，哎呦，哎呀，打车。对对对对，老太太一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啊，借搭。我听的是借的，我听。老太太说，说什么呀？怎么又是你？还是那司机呀？司机说，哎，我跟这儿趴活呢。这聊天的规律。老太太上了出租车，哎呀，就说，又说什么呀？我想去听相声。哦，听相声哪儿好呢？哪儿好啊？北站。哦，北站。哎，对，北站。哦，我咋坐火车呢？还得北站。哦，北站。老太太说，啊，好吧。不多时，来得了这儿。这儿，嗯，不就北站吗？哎，对对，买了一张票啊。老太太坐得了，坐哪儿了？你给我指着我瞧瞧。这哪位观众？这哪位观众旁边有拿鞋拿鞋带的？我瞧瞧，那儿哈儿，哎，哪儿哈儿啊？废话，人真上来抽我怎么办呢？那样怕挨打的主。老太太听相声，听吗？哈哈笑，多好，啊！听相声，嗯，哈哈笑，好啊。不多时，咱们两个人上来了，还有咱俩这里。老太太说，说什么呀？这不是骑猪那个小伙子吗？瞧您混着人缘混的，嗯，这没这猪还不认识你了。对，没猪还不认识我呢。老太太喝了口水，哦，渴了，哈哈笑，别呛着，又喝了口水，那么渴呀，尿了泡尿，哎，尿尿，老太太尿在裤子上面了，啊，这玩完了这回，完了，哦，完了，完了，哎，那个，嗯，那个岳老师，岳老师。岳云鹏老师，您说，说实话啊，怎么样？我这个我从来不爱，我不爱捧人，但说实话，嗯，那有你师傅在，我没法夸你，知道吧？嗯，嗯，但今天不得，我就得夸夸你了。您刚才唱那段啊，这个词句佳，字体也妙，嗯啊，唱出那韵律也好听，嗯，词儿写的也是一级的棒。嘿，但是说实话啊，啊，就是新作品，
头回听的大家可能就是没听清楚，没记词似的。嗯，您再来一遍。好吧，那老太太就是你，我看。看见李敖，蟑螂我不怕不。没打这儿来。你不是从头来吗？从这儿来呀、啊？从哪儿来？啊，庄公，庄公。哎，好。第二天，老太太。第二天干嘛呀？晒干了裤子。第二天晒干了，湿一宿啊，这坐那儿。那怎么着呢？唱头天呢？啊，头一天。哎，庄公闲游从那儿唱。对了，一字不差，一字不差。注意听啊，庄公闲游出趟城，南北角。脑子真好，瞧见了他人骑马，我骑着猪。哎，清楚。扭回头看见一个小伙子，小伙子是一个大学生。哎哎哎、小伙子说：“亚麻的什么亚麻？您这胡来了啊？怎么了？前头是老太太啊，怎么这是小伙子了？怎么了？前后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就对了。怎么对了？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。哎，这编的吧。”